大家好，我是森普，今天带大家过来看看这边这个木门，这个门安装好了，这个效果特别好看，白色的，中间镶嵌的铝合金条，黑色的，黑色条，这样子看起来非常好看，效果也非常好。然后就是说，我现在过来跟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门的这个效果，是这样子的，看一下啊，这样。它这也是分离锁，跟上次那个不一样啊。上次那个它那个线条是凸进去的，它这个是凸一点点，是平的。这款是不一样啊。然后它这个中间这个铝合金条要窄一点，它只有5毫米啊。上次那个1公分啊，看似一样，其实是不一样的啊。这款看起要好看一点，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这个分体锁，啊，这也是分体锁。这样啊，上面装的拼接是90度啊，之前装那个是45度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能关上吗？给他看一下。好浅，这纯白色的。这门还是挺上档次的，大家如果家里在装修，最需要物品的话，就可以考虑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门的好看。它这里是做的是木钉的。漂亮。这样看起来效果是不是很好？